恭喜主厨顺利晋升五星厨师。七大家里，你们真的要最先挑战宣门吗？你别看我是夜市摆摊的，但是我师从宁厨，这碗黑鱼面就是张厨师。来了个逃犯，给我离开！居然选了这种水准的接班人，薛从明是真的老糊涂了。我们熬到五星才有资格和江界比试。 我想了一个新的，他报名的什么岗位啊？除了餐馆，他全都报名了。天将降大任于斯文，必先接近将近。我领的工资应该帮你分用。取信将近，看透将近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汤圆，馅肉的到处都是。 我本来是想看看薛从明长了个什么样子的徒弟，结果让我挺失望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像你得到。李门的刀，我在春城等着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真的是一个疯狗级的成长选手。那和江界，你说定了。